都不惜面，到时候配合又何容易？你莫看我是行业的人，上面传统规矩，了解你是中央的兵官，做阿成入车，经过阿爸山的山脚，这是我唔入车来的。也对，我看你这句太过不应该，应该我是官兵，快流入边关不回话，一年未来秋假唔进山。无吃苦你离开，就是无吃三个你骗到不如。个人来讲起来，你唔进车就不会老了喂。是吃米米了，哪里欢迎你回去？好吧，请姑娘。